他有提到一个地方，就是原来我们都是只有七十八人，七十个人，为什么突然这样子？那因为我们飞行队，整个行政院各会都是一样要提到这个自然的，那我们只是细节，他只要必要的时候再说。好，就是差很多没错，我们是辅助，以前没有。啊，我那个我不敢跟你播你嘛，我不敢跟你播你。 大家都跌破，就自己都跌破了，全世界对女孩子的那时候，大家都看得出来。但是FBI要出来，两个都不好，不值得相信。好久，没有那么严重，没那么严重。 我都要讲，还非常要讲，讲我个菜头讲。稍微等一下啊。再讲。啊，什么都没有，赶快把它结束。 现在我们继续开会，请列席的官员就座。 那我们继续早上的质询。下面请委员，下面请委员不在。陈欧博委员，陈欧博委员不在。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曾运鹏委员，曾运鹏委员不在。林进宪委员，林进宪委员不在。孔文吉委员，孔文吉委员不在。徐正惠委员，徐正惠委员不在。 曾明忠委员，曾明忠委员不在。严匡文委员，严匡文委员不在啊。曾明忠委员也不在哈。卢秀燕委员，卢秀燕委员不在。刘淑芳委员，刘淑芳委员不在。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不在。黄伟哲委员，黄伟哲委员不在。 邱志伟委员，邱志伟委员不在。陈明文委员，陈明文委员不在。陈廷辉委员，陈廷辉委员不在。蒋乃新委员，蒋乃新委员不在。钟孔绍委员，钟孔绍委员不在。张立善委员，张立善委员不在。陈乃世美委员，陈乃世美委员不在。 李玉玲委员不在，周陈秀霞委员不在，罗明才委员不在，何新成委员不在。现在我们请陈其迈委员执行。 主席、各位同仁，请教一下主委刘主委。哎，陈委员好。那个建煌的资料给我一下，书面的。那个主委好哈。哎，是是。这个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有关立委选区重划的一个部分的哈。那按照这个期程的规划，早上第一章，这个是李俊毅委员在质询的，2017年11月的人口为基准啊，假如是以。
2018年的这一个一月投票的话啊来计算啊，那2018年的五月大概你就要把变更选区的这个案子送到我们地方来做审议嘛啊，那2019年就要公告新的选区的一个划分。那相关的法律规定呢，在第二章，好、哦，是在宪法征修法第四条，好、哦，下一章，好、哦，还有这个公职人员选举办法第35条，好、哦，以及下一章37条的相关的一个规定，好、哦，那好，现在问题就来了哈、哦，就是在宪法征修法第四条，好、哦，回到第四条的规定里头，他在他的第二项的一个规定讲得非常清楚。就是前项第一款啊，它是按照各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并按应选名额去来啊划分这个同额选举区选举产生啊。换句话说，必须是按照直辖市跟县市人口的比例去做分配。好，所以呢，我们再过去下一章，再下一章，再下一章。好，我们现行的这一个人口的计算方式了哈，我归纳。把它用一个简单的一个数学运算式来做表达、哦、就是说怎么计算立委最后区域立委的选举产生呢，就是用台湾的总人口数减掉原住民的人口数、哦、除以73席、哦、就得到一个基数、哦、那假如这个基数呢县市小于这个基数 C、哦、譬如说算出来是32万假设啦、哦、那少于30万呢就保障1席，那现在我稍微算了一下、哦、全台湾各县市假如是5个县市、哦、是少于1席的话，那就优先分配这5个县市、哦、那5个县市算出来、哦、这个算出来应该是68席、哦、算出另外一个基数1，那以高雄市为例的话，就用高雄市的总人口数除以它的基数1算出来另外一个这个基，就是高雄市大概会有比如说算出来是9.8几、哦、或者是8点多几，然后去比那个余额去计算它的一个数目嘛、哦、这个是现行中选会从第7届立委开始就这样算。好，那下一张这个是原来的算法啦、哦、原来的算法是怎么算，在第4届第5届第6届当时的算法就以台湾地区总人口数减掉原住民总人口数、哦、除以73席算出来基数 C是一个 C， 假如是算出来一个 C， 譬如说是31万、哦、因为它人数会比较少，算出来是 C， 然后你用台湾的总人口数减掉原住民的总人口数呢，然后你再除以原来这个 C、哦、各县数的分配基数就变成 X， 那假如 X 小于1就分配1席， X 大于1就取整数，然后余额再按这个比例去做分配，简单讲是这样。换句话说，这个是原来旧的算法哦、它是只有一个用一个基数一个基准，就是一个 C 去算。那回到前面那一张、哦、我们现行的规定啊、嗯、是按照这一个两个不同，一个 C 的基数跟一个 E 的基数两个算法去算。换句话说，一个是减掉原住民的席次之后呢，再减掉已经分配过的那些人口比较少的这个县市呢，扣掉以后其他的余额再去做整体的一个分配嘛。好，那现在的问题就来了，那我就试算了以今年一月台湾地区的人口的数字去推估，那算出来的结果再往下一张。好，这个主委啊，我是高雄好，所以我关心高雄好，所以你看高雄好，你用这个基呢，基的基数呢，高雄基的基数去看好，好，高雄是第二列好，8.5有没有用 X 去算是8.8、嗯哦、用这一个我们现在中选会的算法、哦、现行采用的算法，它的余额、哦、8.5、哦、那以左边的这个 8.8、这个是原来4、5、6届算的算法是 8.8， 换句话说余额的算法、哦、你们基数不同的一个算法衍生不同的这个余额，那造成按照余额去分配的时候呢，那席次就不同。所以简单讲，你只要从这个表的一个规律性来看呢，假如是直辖市、哦、是旧版比较有利，我们现行的这个版本、哦、是对直辖市人口多的县市是不利啦，简单讲是这样、嗯、那不合理的地方在哪里呢？我们现行的算法，我们现行的算法、哦、这一个是用两个基准去算，就是说你扣掉原住民、哦、然后算一个基准，
然后你再扣掉那些席次比较少一席以下的这些人口数呢，你再算另外一个基准。换句话说，你在计算各县市的不同的计算方式的时候呢，你现行的方式你是采用两个基准的。那我们这个算法，哦，现行的算法跟过去四五六届的这个算法，过去那种算法是美国汉密尔顿的算法，是美国众议员他们在计算其次各州的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的算法。那我们这个方式是我们中选会自创的算法，中选会自创的一个算法。所以对于高雄而言，以现行的制度计算，高雄市剩下八席，少了一席。但是假如以美国众议员原来的这种汉密尔顿的计算方式，高雄市是九席啦。所以我的问题是什么？我的问题是说，那你现行的算法是你第七届我们中选会自创的啊？那你的规定是什么？你是有什么法律授权或者什么法律规定，所以就要用采用新算法？好，那假如没有法律授权，是我们中选会自己依职权认定，那我候选人有没有什么救济的方式？我的行政救济的方式是什么？嗯，啊，诸位。我想这样子啦，就是说，因为以前怎么计算，我不是不太有那个知道吗？嗯，那个，我可能复秘你晓不晓得过去的计算标准？因为我这个算法算出来就不一样嘛，高雄这个硬生生的这样就少了一席嘛。对了，我想跟委员报告的就是说，现在这种计算的方式的那个后面的逻辑是这样子啦，哈，就说那些。在第一次的基数出来的时候，少于那个基数的，因为他的得到的那个席次的代表性，已经跟基数其实是相当的有相当的落差了啦，所以他们已经占了一些便宜。那我们想把这些全部排除以后，剩下的呢，用同样的新的标准来，啊，那这些就是剩下的这个标准呢，还是根据剩下的这些人的平均来算的。那个诸位，哎，标准其实哈。Yeah. 在我刚刚一开始在宪法征修条文第四条的规定，回到那一章，在第二项里面讲的说非常清楚啊，一个直辖市县市人口比例分配嘛，对不对？它是按照同一个人口比例的一个基准去分配啊。你哪有说你原住民扣掉，然后你再自创一个基准，变成两个基准在计算直辖市跟县市的相关的这个？立为席次的一个分配嘛，你应该是采取一致的标准嘛。你就回到我刚刚在讲的这一个下一章，下一章，下一章，你来前面那一章，你应该是台湾地区总人口，你减掉原住民，对不对？就是一般我们所谓的这个这个区域立委的一个选举区的一个次数，你算出一个基数嘛。你算出一个基数之后，只要计算各县市的人口是除以这个基数，对不对？小于一的。那我们按照宪法规定要一席嘛，你就补他一席嘛，就分配一席嘛。大于一，你就取整数分配啊，这样也是合理啊，也是公平啊，哪有什么不公平啊？一样是公平的一个计算方式啊，同一个基准，按照不同的人口比例来计算，本来就是没有对其他的县市有差别待遇啊，没有不公平的地方啊，哪里不公平？你告诉我哪里不公平？我没有讲说那个不公平啊，我就我们的计算的方式是说，把这些小于一的哈，他已经。得到的那个东西完全排除掉以后，剩下的县市呢，基本上是同样的那个一个基数来处理，算是啊。有没有把小于一那个县市的人口排除啦？跟这一个部分的分配比例其实没有太大差别啦。这个是比较符合，我认为啦哈，这个是比较符合宪法当时在于计算各县市人口比例分配是比较符合宪法的一个规定啦。征修条文的一个规定啦，你那种计算方式是你不同的计算方式。那这样讲，我也可以说，我再另设一个第三的一个基准再来跟你算啦、啊，也可以啊。我想不会那个，我们这个再计算看看好不好？就是说，因为我相信那个照道理说，如果都是用平均来算的话，应该结果应该是一样的。哦，那不一样，不一样。来，那下一张，下一张。我算出来的结果，我已经试算，刚刚中午花了一点时间去试算。你以高雄市来讲，它就8.8。只要按照我的汉密尔顿的计算方式是8.8，你用现在现行的方式，因为分母变大了嘛，我们现在在算的方式分母比较大嘛，对不对？是，高雄就变成8.5，高雄是硬生生就少了一席，高雄是这一席我一定要捍卫，诸位，高雄是这一席我一定要留，我一定要把它留下来，所以这个争议点在哪里了？我马上结束啊，这个争议点是在哪里？是在于说，你当时在
用这一种选举的计算不同基准的计算方式，我们有没有什么规定？我们有没有什么公告、什么行政规则或者行政命令？有没有？就谁算的啦？这个是谁发明？谁算的啦？中选会决定怎么算就怎么算了、啊。啊，这个法律规定是什么？这个啊，你们是用什么？有没有行政规则？当初的计算的那个公式的定定是怎么来？我是不太没有都没有都没有、啊、也没有规则，有没有行政规则啦？来，赶快说明啦！赶快说明，赶快说明，来来说明一下。跟委员报告、啊、可能的原因呢、啊？啊，可能的原因，你想因为他们拢背啊，没有各县市保障一额、啊，保障一个。立法委员，我这个也保障啊，我的算法也保障啊。对啊，当初是没有规定，后来宪法征修条文给他规定下去。我这个方式也是有保障啊，不是吗？对，我这个方式也有保障啊，哪里没有保障？哪里不公平？现在原住民他另有名额，所以要扣掉嘛。对嘛？那你现在每县市有一个名额，所以也要扣掉。对嘛？对啊，所以都要扣掉。不是，每县市是保宪法是规定每县市保障一席嘛？对啊，所以对不对？原来人口要所以每县市保障一席，你原来。就小于一，你就给他分配一席嘛，合理啊。那其他县市当然是其他县市去做比较啊，对，对不对？原住民的人，所以，我现在问你了，你的规定，你到底是根据什么规定啦？你的行政规则，你什么时候颁布过命令？你要用这样去计算选区？这个每一个选区的划分，每一个选区的计算都是一定要用法律来做规定啊。你现在告诉我法律规定在哪里嘛？有没有行政规则嘛？应该都是。有没有行政命令啊？在哪里？你什么时候公告啊？有没有？啊，你头发都白了，你到现在你有没有行政规则？你都不知道。那个，这当初不是我计算，我不是很清楚。规则在哪里？你选区用什么标准？用什么规定？你总是有一个规定，有没有啦？没有就没有嘛。因为宪法征修条文的规定啦。啊，宪法征修条我刚刚就念啦、啊。对啊，他是。啊，怎么用什么基准去算？没有规定啊。对，但是他是原住民，为什么要扣掉？因为他另有名额。这个废话，这个我刚刚不是都算给你看了。名额，所以他也要。我刚刚都算给你看了，我刚刚都算给你，就是两个基准的一个部分。人口要已经分配的人口要先扣掉。什么叫已经分配的人口要去掉？什么叫做已经分配的人口要去掉？我想这样，那个委员，那个因为这个我，那你的法律规定在哪里？你告诉我啊。过去确实没有了哈，但是我想就我们现在现行那个分配的原则，那个逻辑也是在的，也是合理，并没有违背这个。高雄市跟我再重复一次，高雄市跟其他县市啊、所有的这些按照区域的选举的席次你去除掉，就是会有一个基准嘛，对不对？这些基准各县市在按照整数分配完的余额。再去排优先顺序嘛，这也公平啊，没有哪里不公平的地方啊，哪里有哪里不公平？好，那即便这个有这个大家算法不同，那你告诉我你现在的算法，你的基准在哪里嘛？你告诉我你的算法，你的法律规定、法律授权是什么嘛？我们立法院没有授权你这样算啊，国内没有共识啊。我刚刚的算法是美国众议员的算法。美国众议员各州的众议员席次就是按照我刚刚讲的这种算法。我想那个委那个我想我们的算法那个逻辑也是 OK 的啦。啊，我的逻辑也是 OK 啊，也没有什么不 OK 啊。因为现在我也是按照法律规定来算呐、啊。现在也是没有法律规定说我像我们的算法里面也没有什么对问题来了啦。第一个没有法律规定怎么算，对不对？基准是用一个基准、两个基准算，没有法律规定，对不对？对。第二个。你们也没有行政命令，你们也没有行政规则，你什么规定都没有，就中选会计算，我马上完了哈，什么规定都没有情况下是中选会自己算出来的、啊，对不对？哎，开玩笑，一个选举的游戏规则，选区的一个计算，这个是牵涉到各县市的代表的一个席次的问题，难道这个不用把它法制化、明确授权来做？怎么计算方式，大家讨论清楚吗？这个我完全赞成了，是完成了。那这个问我们入法，这个主委我会提出版本哦，带我们国会大家来进行讨论跟辩论， okay, 好不好？好，你也赞成法制化的处理，这样比较没有争议吗？当然赞成，因为这样子会比较单纯、明确啦。好，谢谢。最后三十秒，我们最先看潘委员，你早上说媒体预测克林顿会赢，开票到现在啊？那是媒体啦，我咧讲白，我家己无预测，我无基础个预测。注意，我别开会员，我是咧问讲吼，自动验票，因为他现在有 Wisconsin 啊、Pennsylvania 啊、这个州的
比例都非常接近。嗯，我们的这个验票比例要不要提高？现在是千分之三嘛，自动验票比例要不要提高？竞争那么激烈，现在是千分之三，合不合理啊？可以可以，我这个标准我们可以来收集资料来看看啦。因为过去我们这个在验票的过程里面，我想那个结果都没有推翻原来的这个，就原来我建议啦哈，主委，我建议大家讨论一下啊、然后就这一个我们废票的一个比例，这个部分，因为会牵涉到废票的认定哦、那个比例是不是要斟酌，是不是要做调整？好、这个我请 okay, 这个总学研究，那个可以讨论，对，好，谢谢，好，谢谢。陈委员，您拢讲多趣味，阮真卡看甲一个两个尔，您都没有想什么无差，啊，阮也是无差啦。你民往都市发展要城乡平衡，好不好？好，下一位，我们请姚文智委员主席。我这边没有廖国栋，好，你稍等一下。廖国栋委员，廖国栋，廖国栋委员不在，姚文智委员请执行。啊，姚委员，我都未甲你叫咧。未紧啦，未紧啦，我知影你要叫我咧。啊？我那雄雄无想要问你咧。好，主席，好了，好了。请那个这个，所以我刚刚听陈其迈委员那样算哦，也是有几分道理啊。如果那个标准没有很确定，恐怕要再从这个界定这些标准啊，再给大家有一个讨论的机会啊。这个我赞成。你看，因为现场两位都高雄。好，那个我其实今天还是要借这个机会哈、我来问一下主委啊、其实到我办公室讨论过嘛哈、我们讨论很久，我要讨论的事情啊，对，就是我们关于在脸书哈、在选举日，那当然有些被认为是还有助选的行为的那个财阀的问题，好，你知道我在讲什么？那我们现在有要提出修法吗？那个下一个阶段啦 ，OK 啦。因为我想我们在检讨那个全面的那个，就是说你处我们那个处罚的那个对象啦，哈，那个处罚的那个额度啦，哈，这些我们全面来检讨一下，这样子，然后再提出修法的那个建议。那前面你全面要检讨，那其实前面定的这个不清不楚，然后、来我们那个。这个头发最白的，我们赖处长也上来一下吧。来，赖处长，好，这个其实我没讨论过了，好。那但是我是觉得，总是一段时间了，你总是要给我们大家一个进度啊，一个做法，一个你我们在协调的时候，大家都提过哈。赖处长，你在选前啊，有关于。这个投票日可不可以使用社群媒体脸书的时候，你曾经提过说这个要看看啊，因为这个界定不是那么容易，那要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针对性啊、组织性还有系统性，对不对？组织性、系统性、计划性，对不对？就是说在脸书上助选，这是你说的嘛，对不对？这是你说的嘛，好，那我们的选罢法跟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有关于罚则，它的轻重其实不一，你也了解嘛，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上次跟你们讨论的时候还没看到各种财阀的这个讨论的情形啊哈。主委，我觉得你们真的标准很不一致哎。哪一个部分应该是一致的啦？我上次请你们来讨论的时候，还没看到这几个案例哈、我看你读后无语声呢。来，吴医生这个案子。吴医生这个案子。新北市淡水区有一个，这应该是设置这个
设置广告影片看板、电子看板承租业者这个案子，你知道吗？是学校的吗？啊？是学校的吗？不是学校了，学校我本来不讲，都是你害我讲的。我那个罗明才，好、哦，罗明才那个是新店北新国小，啊、哦，他这个我觉得比较可以接受啊、哦，因为他是说他替这个学校争取了140万的预算，这我们都争取不到了哈、哦，以后我们努力去争取，但是至少没有提选举，啊、哦，这个我觉得这样认定勉强可以接受。那这个刘冠群完全是提这个选举的内容，啊，他的内容是这样，他是委托他了。您能唔知吗？您手头没有资料吗？刘冠群的文章是，就是委托他去电子看板，结果他当天超过十几，就是选举的广告啊。除了是吴医生的。那个是候选人委托看板业者去电子看板的那个业者啦，是啊，对啊，但是那个委托人他只有到前一天啊，可是他选投票当天他继续播啊，所以是罚那个这个看板业者、啊。委托人有提出那个证明说是在前一委托到前一天吗？啊，好像是这个情况了，因为那个案子蛮多的。没有哦，你们这里面其实你这个国民党就是不认账，说跟他无关啊、哦。然后你们呢，你们就完全接受。有请当事人陈述意见了、嗯。有请国民党陈述意见了。国民党就说跟他无关啊。外一组的工哦，你们这标准啊、哦、那同样的，杨烈也是这样讲啊。杨烈讲的他是一时疏忽，好、哦。而且他不是你们检举他才把这个关掉，你们已经后来查出来了嘛，对不对？他是在晚上凌晨的时候被告知，然后他据我所知，他是写完这个一时觉得兴奋，写完然后去洗完澡，看到网友很多叫他删掉就删掉了。结果你们不但这个我们那个刑度罚则已经有问题了，这你们都了解啊。也就是说，我们的总统、副总统选罢法跟公职候选人选罢法的那个处罚、啊，处罚的比例差非常多，啊，在你们利用这个公职候选人选罢法是50万起跳，啊，总统、副总统选罢法有关于这些类似的哈、啊，类似这些出入，其实多半都10万开始，这是调整过的。这我们讨论过了，我们讨论过了，啊，原来都是50万，国民党也建议啊，对，有什么都是一样的，罚则总统都是50万、啊、我是说类似这样的行为，我知道了，类似这样的行为，这个曾经在后面的修法有检讨嘛，但是你们现在我们现在用的这个选罢法罚他50万起跳的，这个是民国80年修的嘛。在修的时候还挂一个动员戡乱时期公职候选人选罢法嘛，对不对？这过程你怎样嘛，对不对？那当时原来这个选罢法在过去那个时代啊，它其实很清楚的，我们可以推论它是规范候选人跟助选员啊，好，因为当初连要助奖都要登记助选员有几名，总干事是谁，在那个时代留下来的法令嘛，对不对？这我们讨论过嘛，是嘛？好，那荣获类似杨烈或者其他一些这个在投票日脸书好在讨论的荣获说他们的确触犯了这一条法，但是其实你们心里很清楚。这个法的比例，它的罚则，它其实是过重的，是相当于是比起这个总统跟副总统选罢法其他的这个已经修改过的一些规范哦，从10万起跳，我就不要念这些条文了啊、哦。这条是特别重的，我们有提修法了，所以啊，我刚刚问你是修法的进度，那你今嘛给他。你现在跟他说还是下一个阶段，除非你是准备说你的任内不干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因为
他这个是前几天嘛，现在参加那个内政部的这个会的时候提出来的啦。没有，礼拜五。谁参加内政部的会？现在是内政部，他有一个也准备修选办法了，但是我们自己内部是准备在这礼拜五来提，我们是把这个条文已经提出来。就是说把这个一般的不是候选人，不是为政党候选人来助选的人，他从事这种行为，利用网络这种行为跟他做一个区隔了。礼拜五就要提出来，大概是怎样，你说说看。那个条文就是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来你因为当初讲有计划性、目的性，还有这个多元化这种等等的，这个是问说我亲友之间来跟你这个拉票。一般这种情况是说，亲友是不会检举你啦，除非你把这个散发出去才会。不是、啊，你不是说礼拜五就要提出条文？我想那个啦，那个，我们可以把条文送给你参考。你要修哪一条？对啊，你要修哪一条？就这一条。我们把那个修的那个条文送给你参考了哈。另外那个，我想那个精神上就跟我在你那个办公室里面讨论的那个一样，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就那个处罚的那个对象哈，然后那个假定说处罚的话，那个额度啊，做一点那个区分啦。那我想那个精神上是跟我们上一次讨论的那个朝这个方向去做的啦。所以礼拜五就礼拜五，礼拜五这个还是在我们内部讨论的。礼拜五内部就会有一个草案，是不是？对，就会有一个草案出来。对，因为哦，因为你们真的把它罚很重啊，好、哦，这个主席可能不知道。这个杨烈，我们是大家喜欢的歌星啊。你们对他的身份认定啊，其实有偏见啊。你说他参选过立委，然后你就认定他对这些都非常熟悉啊。但是这个我刚刚讲了，举了其他的案例啊，有的在这个投开票所前面大吵大闹的，甚至影响啊整个投票秩序的，你们最后都是这样不了了之。其他我就先不管，你如果要修法，在未来这个认定上，第一，你要调整现在选罢法过去它遗留下来的那些旧的结构啊，旧的结构是针对过去我们民主演进，由助选员登记助选员啦，登记演讲者啦，或者是有几台宣传车都要登记的那个时代慢慢演变过来，它相关的法系没有做系统性全盘的调整的这个部分要处理啦。这第一个，第一个，第二个啊，针对这个杨烈这个个案啊，其实你们我看了一下，你们选委会原来其实也认为说是要罚，只决定要罚而已，但是你们特别还加重了10万，都50万都已经够重了，他只不过是在半夜发个脸书，然后总共才几个人看，结果一个晚上发一条，发几个字，60万这样的一个处罚，其实从后面他很坦诚的说这个过程的时候，大家都可以了解，他根本不是你所说的这个系统性、组织性、规划性，而且也不是你们检举他才撤掉，他是一下子就撤掉，那这样的行为你们没有去衡量，我们现在法律体系的比例不健全，那我们这个旧的制度跟新的时代的发展有所疏漏，我认为中选会应该在后续他已经提出诉愿了，中选会应该后续这个立场要能够调整。应该哈，这个认定上啊，应该要非常的宽松了，应该要宽松了。那个我们会有系统的去把它整理。应该要宽松，然后让那个溯源能最后能够有一个调整。是是。有啊。现在啊，所有登记发言的委员啊，除了不在场者外，其余经理发言完毕，行答结束。那委员徐正慧、吴其敏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
委员啊所提执行会及答复及答复部分及所要求提供之资料，也请另以书面答复。那这个咖啡谁送的？啊，校长上来。啊。主席啊，主席。哦，主席送的啊，谢谢啊，陈昭明委员啊，好。那我们现在处理106年度中央选委会及所属收支部分，请宣读预算事及委员提案。106年度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税入预算第二款罚款及赔偿收入，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预算数20000元。第一目罚金发言及代金20000元。第二目没入及没收财物无类数。第三目赔偿收入无类数。第三款规费收入无类数。第四款财产收入预算数16000元。第一目财产孳息无类数。第二目废旧物资售价16000元。第七款其他收入预算数364000元。第一目杂项收入364000元。106年度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税出预算，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预算数9亿9680万5000元。第一目一般行政1亿1320万9000元。第二目选举业务1448万4000元。第三目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3亿3281万5000元。第四目政党竞选经费补助5亿3505万7000元。第五目一般建筑及设备64万元。第六目第一预备金60万元。委员提案税入部分无提案，税出部分通案。第一案，中选会所列年度关键绩效指标中减列100万元。第一目第一案，一般行政加班值班费187万2000元，减列90万元。第二案，加班值班费3减50万元。第三案，退休人员三节慰问金全数减列150万元。第三案之一，退休子人员三节慰问金306000元，减列204000元。第四案，一般行政退休离职储金冻结30%。第五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减列100万元。第六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3减50万元。第七案，一般行政基本行政工作维持费3减100万元。第八案，一般行政公务车辆明细表油费表内22万3000元，减列10万元。第九案，第一目文康活动费3减50万元。第二目选举业务综合规划及选务资讯化编列1046万2000元，冻结500万元。第二案，综合规划及选务资讯化冻结46万2000元。第三案，设备及投资编列480万2000元，3减100万元。第四案，设备及投资冻结30万元。第五案，选举业务选务测进编列370万2000元，减列30万元。第六案，选务测进冻结100万元。27撤案。第二目第八案，选举业务国外理会
编内1,668,000元，减内100,000元。第九案国外理会，减内100,000元。第十案国外理会，3,668,000元。十一案国外理会3%30%。十二案国外理会减内50,000元。十三案国外理会减内1/5。十四案国外理会3,300,000元。十五案国外理会减内20,000元，另冻结50,000元。十六案国外理会冻结100,000元。十七案国外理会冻结50,000元。十八案国外理会冻结50,000元。十九案国外理会减内50,000元。第三目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人员维持会业务会，编列2,871,900元，冻结1,000,000元。第三目一至一案，人员维持会业务会减内1,000,000元。第三目第二案，业务会中编列兼职会2,871,900元，减内100,000元，另冻结200,000元。第三案，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委员兼职会减内100,000元。第四案，兼职会冻结100,000元。第六案，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人员维持业务会冻结25%。第六案之一，人员维持会向下奖补助会编内1,194,000元，减内950,400元。第七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会1,890,300元，删减100,000元。第八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会编内1,890,300元，减内50,000元。第九案，地方选举委员会业务会减内台北市选举委员会及新北市选举委员会业务会20%，651,000。第十案，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业务会台北市选委会、新北市选委会减内117,000元。第十一案，地方选举委员会行政业务水电管理会543,400元，减内10%。第十二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一般事务会4,646,000元，删减25%。第十三案，基本行政工作维持会一般事务会减内100,000元。第五目第一案，其他设备购置办公设备向下编列64,000元。请中选会针对预算工作执行内容详细书面报告送交内政委员会后，使得动之。主决议第一案，要求中选会应要求所属各地选举委员会根据业务需求，附实编列油料费用，避免预算留以形式腐烂编列。主决议第二案，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应以一个月内提出人事精简改革检讨报告，送交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必遵结政府支出。主决议第三案，要求中选会及所属选委会之技工、工友、驾驶之编制应回归设置基准，超额部分予以移拨至其他机关，或鼓励办理优退。主决议第四案，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各地方
选举委员会应积极检讨精简作为，以提高人力应用效率，并提送检讨报告至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参酌。主决议第五案，要求中央选举委员会未来预算书应避免流于形式，并按实际状况编列。主决议第六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应按季公布政党联作裁罚案件之统计情形。主决议第七案，请妥善规划未来选举公报编印方式，以利达到所有候选人公平使用选举公报版面之目的，并促进台湾国内民主选举之发展。主决议第八案，请中央选举委员会检讨及评估中央及地方选举委员会之委员应遴聘一定比例之原住民为委员，以利规划符合多元民主选务制度，促进台湾民主选举之发展。宣读完毕。我们税入的部分、没有委员提案，那相关预算就照例。现在我们进行税出部分来进行协商。麻烦各位委员坐前面一点啦，好不好？这样协商赶快尽速完成，咖啡喝了，坐前面一点啦。我们现在关于那个预算的提案通案一我们留在最后。那我们从第一幕开始来讨论。那预支一跟预支二是一个一般行政里面的加班费的问题，这两个议案，所提的都一样。那这里面有 Class 委员提的三列五十万，还有一个陈昌明委员提的减列90万，主委的您看法？报告各位委员，我那个加班费，因为平常，跟各位委员报告，那个加班费平常选举委员是没有编加班费，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有。那个可能是就是说不休假加班费，一般的公务人员在各机关都有，他比如说我有30天的假，可是我只能休14天，好，那不是休14天，就是14天不能领，你要去强制休假。那其他的可以领不休假加班费，其实是一般机关全部都是这样子编列的，所以我们加班费并没有，公务人员部分没有。我们讲就是那个加班费，如果是不休假奖金的部分，就是跟其他部会一样，就是通案啦哈。那中选会除了那个司机之外，其实其他的人通通不能报加班费的，我们不发加班费，所以这个情形是这样子。那这样啊，刘志伟，两个一个90万，一个都两个都是减列。一个90万，一个50万、那我现在把它改为冻结50万啊，提书面报告，再解冻啊。好的，第好。你有什么意见呢？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陈委员哈，冻结50万，提书面报告，有没有意见？没有了，我书面报告啊，专案报告啊，书面报告啊，都50了，我提最轻的来，你看，那我们现在，一至三跟一至三之一都一样，这是通案嘛？这里刚通案，这通案，这套钱了没有？
部队统战那个、啊啊啊、那个我们没有意见呐。好、啊、好，嗯、欸。好、啊，这政党协商呢？好，啊啊，今麦的 A 边上，下一个，哎呀，好，第四案，黄昭士委员所提的，那个退休离职除金预算部分报，部分应先行冻结30%。好了，同意了。你有没有什么意见？不，这个，因为我们是按照劳动部的规定，就是说我们要提足额啦。这个我们也没办法。我们是因为前两年都没有那个编足额，那现在就是劳动部要求我们一定要编足额，所以这个是那这个东西我们也还要再补上去啊。劳动的部分。朱伟，你把那个公文给扎伟看一下。那个早上那个。我早上不是有拿那个劳动部的公文，我就是有看到嘛，所以你给那个赵伟看一下。对，接下来一共我们刚才是由预估要退休的人数来编，那后来劳动部说不可以这样子，要就是他有权利可以退休的，你全部都要编，叫他提足额，所以我们就补这个啦。赵伟，你念一下好了。哎，我要想去你个点起来哈。好，大家了解一下。那一个就他说要落实劳动基准法第56条第二条规定了哈，就是要检视我们应提拨的劳工准备金差额，而且要全部补足哈。所以，他有叫要我们就是要先试算，次一的年度足额提拨，就劳工的那个退休准备金。所以这个我们是把历年我们就是去预估那个会退休的跟可退休的哈，这个差额把它补足了。那如果你已经预估了，可是他却在那一年度没有退休，那个经费是到哪里？还是保留缴库？在缴库就对了。对。编什么用？那个是放在这个基金嘛，基金里面，专户，我们不能动啦。好，那如果放在专户的话，表示他的专户会有这笔钱在那里。那你明年度会把这个专户的钱再进来去计算，还是继续再编这个专户，又每一年都有增加钱进去这个专户？只有增加那个可退休的人数的时候，我们那个数目才会再编进去。而且我们现在编这个部分，就是把以前累积下来没有编足的，全部再编进去，这样补足啦。那以后当然那个变动是很小啦，以后就是有的变动。但是因为那个工友这个技工这个方面，他们已经慢慢的就淘汰了，以后可能应该是不会有了。听起来是有道理，不宜冻结。但是刘志伟跟你们各位相关人员去跟黄昭士委员报告一下，稍微没有冻结，给他了解一下，好不好？好。再来，我们第一目里面的1至6、1至7是相同的基本行政费。那我提了列减列100万，那赖瑞龙委员减列50万，黄昭士委员也是100万，三减100万。你刚才解释一下啊，就是因为那个多了100万的主要的理由，是因为那个中央联合办公大楼哈，刚好要明年度要整修，那整修的时候每个部会有分摊的费用，那我们分摊的就是这个数字。赖伟，你有什么看法？是这样，一般事务费里面的哈，那个基本行政工作维护费里面的，从103年的53万到明年度102万哦，新增加50几万。那但是刚刚有提到房屋的部分，也从原来103年度的10万增加到51万。那刚刚主委有说明了啦，房屋那一块我大概能理解哦，但是我还是认为这个50万的部分，基本行政工作维护费，应该还是要逐年的删减哦，这个不需要逐年增加哈，缩减，整个不要再增加国库的一些支出了。哦，我还是建议能够维持删减50万。
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基本行政维持每一年的执行率都是到98%、99%了，所以这个部分如果再删减下去，真的就是说，在我们包括那个有一些那个单位在用的这些基本的工作哈，那个纸张这些几乎都没有办法再。我请教一下，103年的时候53万，到明年都102万，103年的时候。运作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困难？因为我们就是说这两年有选举啊，明后年就是选举的部分都没有，所以有一些部分的。但明年没有选举啊。对啊，对啊，所以就所以明年的经费在于说不需要这么高的。不是，因为没有选举，就变成说一般我们是从选举经费里面去匀出来可以用。我想像赖委员兄一种状况，就是说我们有一种刚刚的状况，就是说有选举的时候，我们一些不足的经费可以从那个选举经费里面去匀用啦。那到没有选举年的时候，因为没有选举的这个经费来支援的话，我们的平常的业务的那个开销就不足，基本上状况是这样子啊。那个有人选举型第五几块米爱分担。主席，我们现在是第一幕在审查吗？还是那第八幕啊第八节那个都可以发言吗？1-8、1-6，还是1-8？所以刚刚我们也讨论了一下，因为第一幕里面包括很多，所以都一次。1-5、1-6、1-7是同样的，是基本行政业务用，但是1-8里面，好、哦、有公，我们把讨论完了再来做决定，第一幕整个再来做决定，好不好？啊，就是第一幕全部一起讨论嘛，一起讨论好了，好。我请教一下那个公务车啊。带1-8的那个庄瑞雄的提案哈，有22辆客货车哈，这个22辆这个客货车，它这个是我们的选委每一个选委一台，哦，每一个选委会了，一部分对。那这个因为它这个地方讲22万是其实是全部啦，那我们其实是有21个选委会有啦，因为基隆他后来他不要养车子啦。啊，那每个选委会，其实平均起来的话，他一年就花10000块钱嘛，油费，一个月还不到1000块。主委的管起政府的车好用啊，公务车啦，哎呀，啊，他用的量也其实也不大啦，哎，啊，补险的时候嘛是爱用对了的。安尼，哦，这个1-8，另外这个案哈，好，等一下你列一下哈。啊，1-9里面讨论的是文康活动经费啊。那个文康活动可不可以就是那个各办部会的同案里面去处理？啊，这个是同案里面哈，同三里面。然后第一幕。啊，第一幕啊，你列一下哈，大概我看呐、啊。第一幕去年没有那个、啊、但是、啊、去年是我们的、啊、预算、欸、第一幕、啊啊 国民党执政没有删啦、啊啊、你们的看法怎样？你们提案的赖委员，我是觉得这个编列其实还是刚主委当然有解释了，但是应该还是要用在，既然如果你是以行政的相关的行政工作为持费的话，你就应该还是要用在这些项目、啊、那我今年这个我尊重主席的决定啊处理，但是我希望未来以后应该要核实来编列啦，不应该哦这个选举的时候那边多编一点，那这边就可以少编一点啊，没有了，这样我觉得这样这一表示你们有两个互相在水这边过来过去的，那到底谁能够确定你的钱到底是用哪里的钱？那是真的。我们以前照实编的时候，在主计处就被删掉了。我们现在讲说真的不够啊，我们那个有很多地方的房间是说起来那个不开冷气的啦。这个真的，我们那个连水电以前都不。不过我觉得，既然当时是103年的时候53万都可以维持运作，到现在你要求到102万，那你不能做的，你又用其他地方再挪来，我觉得你还是要
说服那个内部啦，主计内部的单位，不然你这个。这个实在很难交代，就是说你用两套的制度在啊，我们也无法监督到你这个钱是，你告诉我是选举的时候用选举的钱啊，没选举的时候用这里的钱。哦，了解了。这样我们真的很难去说服怎么支持这样的预算啊。我了解了，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是说服主计处帮让我们列了，主计总处让我们列了。对，但我希望未来还是应该回到实际的状况去编列，这个才是正办的、啊、长久大家的方式。不然你每年都来解释，哦，今年选举年，所以我编少一点，我用那边的钱，选举的钱，完全同意，不是选举年的时候又啊要编多一点，因为没办法用选举的钱来挪过来用，对对对啊，这个长远不是方法了，好、哦、好吗？我了解了解。我来建议一下哈，看各位有人意见。第一幕啊，我们冻结100万。啊，书面报告以后使得通知，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做哈。还整个第一幕，你是拢讲要抬哦，我跟你讲，是因为以前被你们抬得太厉害了，不忍心再下手了。没有，因为以前就这向我们报告，就是说以前有一个状态，就是说。这边省呢也有到院会里面去那个统三啊，那统三因为我们那个预算数目就基础小嘛，我们跟着别人3%、5%这样算下去，我们就没有办法支持啦。因为大部位3%OK 啦，那我们小部位真的是很难。如果各位委员没有意见的话，我们第一幕就冻结100万，书面报告以后使得通知。好，现在我们继续讨论第二案。第二幕。第二幕啦，第二幕哈。那第二幕的话，2-1跟2-2是一样的，一个是冻结一个是冻结50万，啊一五千万十万百500万，啊一个是冻结462,200哈。林伟，你有什么意见？就你提的案。对，就像我刚刚早上在跟主委执行的时候就有聊到，那主委也真实的也不知道我们现在新住民到底有多少是有投票人口，那新住民的相关宣导啦，还是我们的所谓的政治参与，还是所谓社会融入，那对于我们公民精神的学习。相关的都没有，我觉得在这一块必须要去做加强啦。不是林委员，这个我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哈？就说宣传的部分，我们会持续在做。我们事实上现在是有在做啦哈，也许还不是很理想，但是我们会持续做。啊，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专案研究计划的部分哦，我们一定要掌握那个有选举的那一年哈来做才会有效。像在没有选举的时候，我们就是做这种专案就比较没有效果。没有，那个主委，我的意思是说，您也让，因为要选举的时候应该都很忙碌啦，您不可能为着这件代志，跟他为着这件代志啦。我的意思是说，因为您在后年才会选举嘛，这明年跟、您可以做一些新住民相关的，让他知道我们的公民权跟所谓公民参政的精神是什么，他的投票率才会高，如何提升让他的投票率高。宣导嘛。对，因为这一部分，主委您在早上答询的时候，也确实连您自己都不了解，所以我觉得这一块必须要去做相关的那个动资，那让您的部会就大家全力来做这一块的一些研究啦。我觉得在这个部分有必要啦。我想那个，我想向委说一下那个，应该是宣导啦。当然不是研究案啦，因为研究案我们的不是研究案，就是研究相关的规划。您要怎么先导？你不可以说你要先导的先导，您要研究怎么去先导嘛？你不可以说你话要先导的先导，难怪大家都不知道，您只做了几张 PPT 就放在您的新住民的那个专区里面的网站就没有了，就放在那里。我们不止啦，我们真的是去现场就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去现场做嘞。真的是这样子啊、对，所以我们才想说，您要提出您的研究的相关计划出来，好好，让我们知道您到底是安哪做的。好啊，那我给你做一个内部的那个研究规划安的啦，规划安啦。
意思是应该是说在公开的网站上或者是公开的平台上能够推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嘛，让更多的新住民可以了解实质的内容，所以今年应该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你内部在做一个研究计划，你内部研究计划新住民还是没有得到对等的或者透过相对的平台去得到这样的一个资讯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需要去推动的，因为很多新住民根本对这个部分是很陌生的，也不知道怎么样共同参与嘛，所以要怎么样除了实质的你内部做计划之外，要如何在公开的平台上去推动，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啦。委员可不可以让我说明一下哈？我是综合规划处，其实我们从前几年开始就有跟移民署、跟各地方政府，还有那个服务大队，还有服务站，我们有开始在办国际移民日时，我们有派同仁去现场去跟那些新住民朋友们这个，然后这是一个做法，实际的做法，选举期间。然后另外一个做法，我们就是刚刚我们组有提到，我们在我们的网站上面哈，然后另外我们最近还做一项工作，我们主动去接触了这个三十几个移民团体。那我想我们还会再继续。第三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会在我们会具体想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加强跟我们怎么样让新住民朋友多知道一下我们选举的相关的资讯，大概往这三个方向。所以这个你们刚刚也有提到具体嘛，所以具体的作为到底是什么，让我们了解嘛，让委员了解一下你们具体的作为到底是要怎么样初步要打算怎么样的推动跟实施啊，好不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子。等一下，因为网络上只有15张 PPT， 这样是大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啊。我等一下再来啊，往后再讨论，我再一起做一个结论哈。那二之三跟二之四是一样的，那个资讯的综合规划及选务资讯化设备及投资啊，那个赖委员赖瑞龙委员3减100万啊 ，Class 委员是3减多少千万30万，啊，冻结30万。哎，那个请主委跟那个资讯设备这个部分呢，我想最主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行政院要求各部会的那个资安升级啊。我们中选会原来是 C 级，他现在要求我们提升到 B 级，那个经费就会增加。这个是资安资讯的这个部分的这个增加了哈。啊，另外就是说有一个部分就是那个电脑那个汰换的部分了。那我想那个部分我们可以把那个汰换的那个年限哦，其实我们过去其实也都有延长，变成4年，延长变成5年了。这个我们还可以调整啦，我们还可以调整，就是说用久一点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啦。那这个部分的这个经费其实是不算太高了。我提一下，因为103年是78万，那104年是70万哈，那105年。到533万哦，这个时候应该已经在做一些升级的工作了哈。对，那个升级到480万，连续2年其实都以中选会的这样单位来说，这样是算也算不低的一个经费了。在硬体、软硬体的经费，那如果扣除掉刚刚主委讲那个升级，我不知道那是一个几年的规划，是今年完成还是明年要完成的？升级那个专委。那是应该是其实它并不是完全只有升级，它里面还包含了我们汰换同仁的电脑。然后它并我们这里面这个480并不是只有对它并不是只有，然后主要103年比较低，103、104比较低，是因为我们中选会以前完全都没有这资讯方面，那只是补足。那因为我们被提升，所以行政要求我们。那105年是做哪些项目？105年它我们也是针对有一方面是硬体的替换，然后还有一个是软体方面的提升，然后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治安方面的。那106年呢？应该是做一样工作，但是对象层级是不一样的。连续2年都编列这样经费，这个有点。通常应该是一次会把它完成，那分2年都这样编，这会因为有一部分有一项项目是叫做系统的功能的提升，有时候选务系统，就是因为一部分是选务系统的这个改变。那选务系统应该在今年要完成所有的，因为总统大选跟那个啊，这个这样讲法很难说服人家了。连续2年，这个看起来就是浮编的几率是很高的。如果你要，你应该照说，你应该一次到位，你在2019年度应该整个把它全部编足，那说服大家给你们经费一次到位。那分2年这种设备那个，因为那个行政院他们要求的这个治安的规定，其实事实上我们在提升为 B 级之后的那个相关的做法是不太一样的。主委，你的看法嘞？你觉得这个部分，那个专门委员他资讯的部分啊，真的，
因为他那个实际上要需要是多少，我们是真的是外行了。好，等一下，请他来说明好不好？好，我等一下请他来。好，因为那个部分确实是从行政院的要求。对啊，对啊，那人家严格干涉了，纯粹了。如果照预算书的时候是太过的话，是320万呐。啊，如果是提升你们的硬体设那个。那个系统功能的话是160万呐、啊，你去改改水，你改要台人改水，好，大家了解。升级只有69万，更新，然后这个是汰换，这个是设备。你可控啊，你可控。那么多想，真正要换电脑才。是。对，换电脑很少，我们换电脑本来就很省钱。那那我可以先问一下二之十一，因为一样第二幕嘛，哈。对对好，对对对，因为我有看到中选会106年对于选举业务的选务策进计划哈，你向下编列的国外旅费166万8千，你预计派员参加2017年的世纪选举机关协会大会跟派员出国考察两种选举费用，那跟105年比呢，预算数26万6千增加了140万2千。幅度增加到5倍多、哦、所以我想问一下主委，就是说你中选会明年出国考察选举旅费比105年总共多了140万2千，这个多的费用是花在哪里？理由是什么？那个两个国际组织哈，一个叫做 AEA 另外一个是 AWeb， 就是那个世界选举机关的组织那个哈，两个他今年是没有会的啊，今年那个 A， 今年 AEA 只有在那个菲律宾那个还没开。哎，所以要开，那个可以，那个可以。我们是创始会员国。那明年的话，它是面的是大会是吧？就 AEA 跟那个 AWeb 都是大会。那 AWeb 我们今年没有会啦，明年才有会。都确定可以出席？那个可以，两个确定都可以出席参加。AWeb 那个我们认为应该可以，因为我们也是创始会员国哈。但是因为明年那个是在罗马尼亚开啊。那我们不晓得他们会不会有什么那个技术性的那个、啊？对啊，会被技术性的打压还是背个？这个也有可能会发生啊。对啊，那个没有用，但是没有用，因为像过去的几年，我想那个没有用。对啊，对，那没有用的意思就是没有。你买个香港三号已经去查。而且你过去、啊，而且我看你过去的执行率其实都很低啊。那个很低，就是我觉得你的执行率都很偏低，因为那个到法定预算。开会的地点不是我们选的，是他们就是会本部决定啊。那他开会的地点比较近的时候，我们花费就比较少，啊。哦。啊，还有另外就是说，通常主办国他会落地招待的话，那我们的费用就会大幅度的那个节省下来。没有，我这里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是因为你还有很多不可控制的因素嘛，有可能你也是没有办法过去，再加上你之前执行率这么低的话，其实看起来都很像是浮边啦。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不然我们不用用三减的，就先冻结你们30%。然后等到你们把到底要去参加哪些会议，把报告写详细送到委员会之后，我们再解冻啊。这样可以吗？我来这样讲哈，陈委员意见我会听进去的。他意思冻结30%，但是2之8如果提案的话是减列100万，2之9由陈其迈委员所提出来也减列100万，2之10啊哈，赖瑞龙委员都一样的，国外旅游66万8千，啊，2之11啊，陈委余杰委员哈。啊，提案减列30%哈，啊，2之12，李俊毅委员是减列50万元，2之13，那黄昭胜委员是减列1/5，等于30几万哈，2之14，赵天麟委员呐、啊，啊是减列30万，2之15，洪忠义委员呐、啊，减列20万，冻结50万，2之16，吴其勉委员呐、啊，冻结100万，2之17啊，徐正惠委员，啊，冻结50万，2之18，克拉斯委员，冻结50万，2之19，
洪忠义委员啊，减内30万，我跟您讲，好，哎，姚文智委员啊，姚文智委员提案，来领导下面，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你看我们多仁慈又要协会，他们都敢减内了，我们怎么不敢减内啊？其实我觉得冻结的部分，我那个部分我还是坚持说要去做冻结啦，包括说新住民的资讯的部分，还有宣导的部分，其实是两笔不一样的东西啦。那我觉得说，因为中选会这个部分呢，完全没有说很了解，所以这一块我算是很有那个，我也没有删除，我跟他冻结呢。那这样子好不好？拢总 DM 的权威是一圈。拍谁？黑主席，我马就跟起问个案哦，因为他这几年出国计划预算执行率偏低，而且变更的幅度也很大哈，所以我们刚刚讲的虽然是有其他的原因，他也是有不可控的变数啦，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还觉得他应该要以紧缩为原则，要确实编列啦，不要浮编，好，好不好？本来个陈委员，我不是不浮编啦，就按照计划的。2006年比2005年的预算其实高到6.27倍多。我觉得就算你说地区，第一个是这个会议你不一定一个能参加，一个还不确定嘛，那这是一个。然后你出国计划这几年其实预算执行率很低，然后代表说你原来的出国规划跟编列其实就没有先安排好嘛。不是那个，因为安排也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那接下来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你2006年、2005年的预算也高到6.27倍，太多。你不需要高到这么多嘛，所以我一说还是应该要紧缩办理啦。八位，那个如果是那个他的办的一个地点啦，是比较在亚洲的话，我们当然那个费用就不会很高啦，因为他是在罗马尼亚，罗马尼亚那个费用真的很高。因为你执行率，那个执行率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直接能这样讲说，我们其实是省了钱啦，因为那个。执行率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他如果是。好，那位有没有什么意见？主席，我也觉得，其实明年度那个部分哈，8天5个人呢哈，其实人数上我觉得可以再做一些减少了。我认为还是必须要减列啊，因为现在旅费真的是大家不是那么支持，那么多人用这样。那个人数我有减了，我觉得是可以删。对，我觉得主委你不要都只受文官的影响，我觉得有人贡献还是要必须有些。我知道那个部分，我是觉得是可以删，没错。那个那这样的话表示有减列空间，我想成。啊、另外是我还是必须回到刚刚讲的2-3啊，我认为刚刚提到买那么多部的电脑都是给那个地方的选委会来用，我认为主委应该再去了解一下，我认为其实我们现在要求地方的选委会要在更有效率的运用的时候，你买这么多的一些硬体设备，我还认为必须要适度的一些缩减啊，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负责任的一个做法了。啊，这个我会检讨。那个地方上的电脑，其实我们有蛮详细的管控啦。那个专委，我们专委来一个是说明。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如果没有意见了哈，我来看这样各位委员哈的看法怎么样？关于啊第二目选举业务其中的选务撤进的这一方面了哈，我们就冻结。100万，啊，请我们的中央选委会专案报告以后，使得动之。啊，您计划啊，赶紧去做出来啊，去了解好不好？哈、啊。刚才出国的部分。哎，没，就是这个部分啦、啊，哈、啊，专很。啊，关于旅游的部分啦、啊，我是旅游啦，不是啦，哦，那个我没有旅游啦，出旅会啦，哈、啊，我们开拍前哈，考察的旅会啊，哈、啊，我们就减列20万。冻结，好、哦、50万，那你好吧？按教啊，啊教你也啊，我、哦哦、你们这里面提的太严重了，你们不要乱啊，不是的，每个委员都可以提的啦，好不好？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按你通过，好，好了，好了，好。啊，今麦来，今麦加到第二幕拢结束了嘛？好。赖委员的2-3跟2-4啊，哈，删减啊，这边 class 的是，动，来，哎，赖
刚刚跟你说明的那个专门委员说明啊，主委，你该改税。主委，你如果认为那个有改空间，我希望适度的删减，我觉得也是对于同仁们那个一个提醒了哈，就是我觉得不应该浮编了。我认为那连续两年变这么高，而且77台的电脑下放到整个地方政府去，然后是不是有这样的必要性哈？包括那个，对，我真的要检讨了。这边跟委员报告一下哈，我们电脑不是一次全部换新，我们是电脑使用年限是4年，所以我们并不是一次把所有电脑全部换新，我们都是分年汰换。那我们现在的电脑至少都使用到5年，使用年限4年，我们都使用到5年。那每一年大概都是汰换1/5的量，所以它并不是没办法说一年把它全部换完。我对于地方政府地方的选委会的那个人力上面，我其实都一直有一些。我认为其实很多的兼职人力，他们本来就有自行的那个。那当然有一些主要电脑，当然必须要用新那个了。但是我觉得一定有检讨的空间啦。啊，但主委，如果你坚持，我也没有什么特别意见啦。但我只是希望主委要朝向改革哈，整个缩减一些人力，缩减一些设备的方向来进行。那个设备的部分，我确实是有在过去的这一年，我就要求把那个印表机的部分，就是要开始管控，就是说它不能说每一台都配一个印表机，这个我是已经开始在管控了。那这个部分我是有要求说，那个延长它那个更替的这个汰换的这个时间了，把那个拉长一点的，因为现在的电脑其实是可以用比较久一点的。这个我有现在有在做了，那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有一个删减的幅度可以啦，哎，那你讲删减的幅度可以哈？对啊，15万哦，买的啊，那因为我们只能删那个，我们有控制的部分只是那个台湾电脑的部分啦，那另外那个治安升级那个部分，我们实在是没有办法。那这样子啦，有一个蒋仲杰30万啦，有一个赖委员3100万啦，啊，我那个真这些平衡的3减30万啦，这样好不好？啊，大家有没有意见？你可以吗？好不好？好，2/3的管理啊，哈，这样子，我做东西咩啊了呢？好了，好。综合规划局显物资讯化设备局投资啊，3减30万啦，啊，好。减30万，另外刚刚林委员提那个，我们会提一个详细的计划给你看。啊，提个计划，啊，你专案的书面报告了哈，这个啊就会给你通知。啊，另外的，那个出国考察费用的话是那个减列20，冻结50啦。哎，你们我们可不可以这个在 DM 就同意一个案子就好了？黄委员的那个嘿的提案啦。啊对啊，这个书面报告只要。第二，我就是一个案子，书面报告啊，一个书面报告，书面报告啊，好不好？啊，不能是蒋公是前面刚刚说动一百嘛，动一百是你的，专案报告了，那2/16，黑的无啊嘛，2/17，啊都弄去了，啊起码都第三幕啊嘛，啊，第三幕由我们林立常委员所提的。关于人员维持费下的业务费啊，冻结1000万。哦，现在大家3/1到3/6都是相同的案件啊，都是那个关于啊业务费的，哈、哦，人员维持费嘛，哈、哦，好、哦，人员维持费的，洪忠义委员。说减列1000万，黄忠义委员呐、啊、哈，啊，这种讲的也是安怎？那我第三幕嘛，都是第三幕了，啊，他这个是业务费来的，啊，弄一，啊哈，都同个案子啊，啊，赶快的哈，都赶那个那个哈，啊，3/2由黄忠义委员呐、啊。他说减列100万，另冻结200万元。3/3，专瑞雄委员提案减列100万元。3/4，啊，吴其美为冻结100万。3/6，陈一杰委员冻结1/4。啊，3/6/1都无同个嘛。啊，姚文智委员呐、啊，哈、啊。减列95万4000元，阿联博赶快了哈。
哪一种最重的？提出来的时候删减最多的是谁的？加农送给苗瓦去。这一共2800万嘛，所有的。那个刘志伟，长间这个事情哈，因为中选会就是因为有那个不办选举的时候，那只有在办选举的时候才需要大量的人，那不办选举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大的组织，所以我们用那个兼任的来维持那个平常的那个运作啦。所以长间的那个里面呢、啊，其实大部分是民政部门的人员呐、啊，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其实我们当然可以检讨看看他那个也最就长期来讲有没有这个在缩编的那个可能性，但是我们要跟那个专任人员的那个配置来一同看呐、啊，因为这个长间他就是不管有没有开会都要付他的那个出席费嘛，那是否能去按照比如说按业还是您要按实报实销的部分，有开会有过来开委员会再付，因为我们其实现在整个政府的那个没有长间的部分其实是他帮忙一起办那个日常的业务啦，那您讲的应该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委员的部分呐、啊，对，宣会的委员的部分呐、啊，那个是。跟委员报告哈，因为选委会的那些委员跟一般我们如果以专案来弄的委员是不一样，因为我们选举是持续的，那些委员除了平常就是我们例行性的改选以外，他还有补选，还有地方的罢免，还有公民投票，好公投啊、那甚至就是说他公投还有选举区的划分，所以这些一些议题他都要提到委员会去讨论，那讨论以后呢，以后呢，包括他财阀一些财阀的案件也是不是选举过后就没有事的哈，那再来就是说他平常要跟他是有地方士绅或是专业人士组成的有福众望的人，他平常是要去收集一些地方上的意见来做一个沟通哈，让大家的意见不会过于就是不平衡，能够希望说我们在对选举的义务能够推行，所以他并不是说只有选举的时候才有事情啦、啊、因为我们不能说就是一直都没有在改变，以前可能每一年都在选举，那你这些委员或许就是会一直在付费，那现在已经没有年年在选举，就算您补选还是在就是重新去办相关的，那就是有开会就实报实销就好啦，这个也没有不合理，那我们希望说不管是实报实销还是您要用以业按业的支付也好，那应该要去做钱花在刀口上这一块啊，不能说反正这些委员我们就是一定都一直在付钱给他们，不管有没有开会都在付钱，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不太合理，那我希望说我们选委会这边可以去做一些规划，看要怎么规划，不管您是按业还是以开会实报实销的方式，那我不是说反对，只是说一定不能再按照说以前每一年都选举，现在又没有每一年都选举，是他没有每一年选举，他还是有开会啊，只是说没有每一个月都开会，因为好，那这个我是建议主委可以整体检讨一下，就委员包括长兼包括兼任可以整体的检讨，但预算上可能属于可以另外讨论，但是我说我后面有个提案了，我也希望一个月的时间就是整个主委整个重新检讨一下，到底委员的部分要多少，然后长兼然后兼任人员啊，包括每一个县市间的衡平性，包括选举年跟非选举年齁，不是每年都在选举的，然后我觉得应该制度上再有一些改变的方式啊，让国家资源更有效的一个。刚才像赖文报告就是说，这个我们现在真的也正在做，就是说我们要把它跟那个专任的哈，就一起来考量啦。因为有专任的那个规模比较大的地方，他兼任这一方面的需求就不大的啦哈。那那个常见的那个委员的部分，我们再整体来考量，好不好？我再补充一个就好，那个是那个我这边有提到，我不知道我们谈到那个地方的那个基本维持费，我早上执行也提到了哈，
台北市的基本维持费一般的事务费提到一模一样的哦，文字都一模一样哦，1159000元哈。然后新北市人口数没有比较少，是369000元。台南市编的是54000元，项目都一模一样哈，办公、厅舍、清洁费、召开委员等等，全部都一模一样，每个差异会有这么大哦，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啊，就地方上表示地方怎么报，你们就怎么接受。我认为这一块未来应该是要做一些处理，好，要不然这个标准真的落差太大了哈。台北市可以花到一模一样的东西，可以花到115万，台南市只要54000，嗯， okay, 这个显然差距非常大。那个我们在后面的第二节的部分，我们先讨论第三幕的第一节哈，就是31到36。那有简略的，也有冻结啦。那我们采取诚意一结的案子，就是啊，好，全部冻结1/4，经专案报告后，使得委员同意后，使得动之啊。各位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赖委员、陈委员、阿林委员有没有意见？好。3/6这个是通案。那个主席是虽然是动的，是动陈委员的1/4，可是提专案报告，应该每个委员的提案都有提专案报告吗？专案报告哈，使得专案才能动之哈，经委员会同意使得动之，好不好？现在我们第三幕的第二节嘛。3/7，这两个3/7呢？好，3/7、3/8，哈，是同一个，3/9也是啊，3/10啊，哈，11。好，现在啊，我们请那个。选委会统一说明哈，从37到33，因为这个是第三幕的第二节嘛，那个我后面来讲3/13，那个应该是比较是统一的，好不好？你来啊，跟委员报告哈，这是让地方的情况跟中央是一样啊，也就是说，因为明年完全没有选举啊，这个部分就是说他们多，我们是好不容易这几年把那个base给加上来。那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说，不是说他报来了以后我们就照给，实际上我们是有考虑他那个办公厅设的情况，有的是合署的，合署的就像中央一样，一定要跟别人去分摊他那个必须要的那个经费，啊，有的是自己独栋的，这个就当然就会比较省，啊，另外就是新建的那个楼地板的面积，这个我们都是有一定的标准去给他清洁维护费，以上报告。我看到这个是一般事务费的哈，办公厅舍清洁费用、召开委员会议费用、专案小组座谈会、选举业务推行哈、印刷费哈、文康活动费、杂费，没有你讲的这些费用啦，所以我讲的这些看起来都是一般事务费，所以很尊节使用的也可以5万多块就可以解决掉，那也很浮编的也可以到115万。我只是说这个落差太大，两个都是直辖市哈，我刚举这三个都是直辖市，旁边的这个新北市规模人口规模没有少。他也是花36万9千，我只在凸显出来说，其实那个，对啦，那个就真的是看来就是很难说服啦。刚讲的那些什么办公厅舍那个都不在这里面，租金不在这里面，改建不在这里面，都不在这里，这是一般的事务费。好、哦，这里写的非常清楚哈、哦，所以我认为这个是浮编啦。嘿，哎，那个我们来检讨一下啦，好不好？林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呢？因为我刚刚看了啦，执政党主张要简略的啦，啊，那个刘主委，这个你一定，我们一定要简略一些。执政党的就说要简略的，我们啊，不简略的话，啊，跟委员报告，因为我们现在地方上真的，他大概都不能开空调了，就只有用电风扇。再简略减下去，他们真的就是说基本的工作维持都是有困难。因为选委会基本上是已经真的是已经很节俭在维持这些，对，可以没有啊，时间只要3了。我只是说你的说法还是没办法说服我。一般是你们电风扇在这边看不到，
有电风扇的。这个整个就是因为选委会的预算很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有一个。诸位，我没有坚持一定要删了，但我只是说我希望未来做的这一块也同步去要求地方了。你编上来的时候就在该怎么编就怎么编啦，一样跟刚中央巡回一样的，我觉得该怎么编怎么编啊，这个落差这么大，其实真的。好，我们来注意落差的问题。然后刚那个我们蔡主任有讲那个落差，也说合署办公跟那个单独办公室比较晚，单独办公我们可以自己控制，就要像台南市选委会，它是单独一个黄色。那台北那个那台南的、啊、台南是单独的，台北市呢是跟那个国税局吧合署，对，区公署啊。台北市它是还有海沙屋的问题，所以它基本是海沙屋不在这个项目里面的、啊。还有是另外一个项目啦，所以这个我们再来把它详细的这个分类来检讨一下。好 ，OK 好，那这个我们一起检讨。OK 好。大家都好意啦，但是我看提出来都是减内的啊，没有冻结的。那最高是减内100万呐、啊，啊，我是安尼啦，哈、哦，前面都冻结的话，这个地方。执政党的都提出减内的，啊，100万减内50万呐、啊，啊，冻结，啊，啊，你卖个嗨呀啦，算真好啊，老弟啊嘞，没有减内50万，冻结100万，哎、无论个，我所以提案要小心提啊，我拢听恁的啊。写在上面，小心提这啊！我们提这个如果没有道理连的啊，啊有道理支持是应该的。阿、啊、麦、啊、不要把这个事情都、啊、什么事都分蓝绿了、啊，我刚刚去拜。对啦对啦，我一点跟你讲啊，你当时就拜。你不要刻意去分化啊，米工合理就删嘛、啊，不合理就不删嘛，对不对？好，好，该怎么处就怎么处理。那我得去检讨了，好不好？麦干山了，因为这个，嗯，因为我们有22个选委会啊，那个你这样分担下来，其实。我们在可用的经费真的是很小，数目很小，啊，所以如果删的话，我们真的会运作的。那这样子了哈，如果照发言的时候哈，好像啊有删减的空间呐、啊，那我建议说删减50万。啊，冻结100万，你要什么意见？没有，因为刚刚陈英杰要走之前跟我说他的案要坚持，跟我说要帮他说他要坚持啊。那水电费的部分，所以如果主席刚刚，对。百分之十。那个我想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水电那个部分，其实政府在公部门哈、啊、长期办那个四省专案的时候，其实已经说到没有办法再说了哈、啊。那我们在过去还是那个机构单位啊，啊机构单位意思就是已经大量的一直在说，那现在在三的话，我想我们会没有办法承受了。啊，在案，前列十都要50几万嘛。我本来要较紧的，和恁讲讲的哈，这样子啦，我就简略5%啦，看大家有没有意见啦，好不好？25万你也严重，好，我这里稍微就拍出来了。无嘛，前5%到25%啊。地址呢？哎，你这边是大学。刚刚是多少？
种的啦。头前个呢，第三幕冻结四分之一嘛，啊，这里、个、嘿，嗯，我就没有剪他的嘛，没有。第二节的话，他们这边都是。啊，不要这里都无用啊！啊好，你讲。把一把箱子的啦，今天我们都唔。无啦，你要讲三减二减掉第三幕啊，减内一百万自行调整。想坐真啊想坐，我真啊无法度。你我们要回头去看说中选会历年的预算的规模真的很小，我们就是以前都被统三统三统三，啊，我动不掉啊！你像来阮动的，我就是建股啊，今天。对呀、啊。我知道，真我才想做啦，我做三十五号，二十五号啦，好不好？二十五啦，因为我们那个真的是很难、啊。我们那个年终的时候，在那个调那个互相支援，弄一班两班安那的调，我的这不太像话嘛，真的是哎、欸，对吧？那个第三幕，哦，这种第三幕啊哈，无安尼袂用的啦。我那个第三幕的第一节啊，哈，就照冻结四分之一啦。第三节的这个是第几幕？第二幕的。第三幕的第二节啊，哈，就减列三十万啦。有人要台湾啊，惊！你若听无，我伫做好心理，拢安尼伫讲话。要抬几十五万呐、啊，都卖抬啊，都不。看看那个各位委员有什么意见？如果要授权给我的时候，我会遵照大家的意见的。这样子的哈，那个减略三十万呐、啊，好不好？啊，科目自行调整啊，好不好？好好。啊！什么？来来来，陈委员过来喝一下咖啡再走。啊！哇，你啊那个嘿，来，现在讨论第五幕。哎，黄昭顺委员提案。签位多少？
64万办公设备啊。哎，那个刘主委解释一下啊。全部的全委会才编在64万而已啊。地方，因为我们额度不够，本来就没有给地方编啊，所以说到时候地方如果有需要，都是要跟我们要，啊，我们买好了再移过编啊。冻结啊，哈，啊。啊，都冻结啊，哈，20%，20%啊，书面报告了，啊，哈。上交内政委员会了，书面报告上石头通知了，啊，你们跟黄委员去报告一下，因为他写出来，我要尊重各位委员，啊，你们推定没有了，好不好？啊哈，啊，这边过来的，来先主决议的，看，主决议一，主决议二，二之一、二之二，你们统一报告，还有主决议三、主决议四。主决议五、主决议六、主决议七、主决议八，先讨论没有问题的。还有主决议九，主一个，啊，报一个来，主席，那个主决议六，那个哈，在那个中央选举委员会应按季公布政党连坐采访案件之统计情形，并将加一个哈。并将104年第一季以前资料一并公布，因为今嘛刚才公布个104年第三季以后啊，我得注意啊，这个这股个加的没问题啦，嘿。是，拢我觉得这个一直都有啦，今年的都出来了，都有啦，都有啦，今年的都出来了，无啦，有啦，有啦，我看因不出来，有啦，你这不是啦，你这听不过意思啊，你注意听一下好不好？我意思讲，恁。阿伯啊，即卖拢有啦，就是讲你104年第二季以前的没公布啦，啊，一并公布啦，有问题啦吼，都先输啦。有啦，迄自从有连坐以后，迄资料阮都拢会公布啦，好无？你讲我话，我甲伊讲无理，都去你真正无理。好啦好啦，无问题啦，无问题啦。那个，刘志伟，是，你从啊哈，主决议哦一到九，你觉得？没有问题的。好，那个先讲，有问题的，我们可以做核实来做这个，可以的哈。主提案 OK 了，没有问题嘿。第二提案我们刚刚已经讲可以了，这个我们也会做了哈。好 ，OK。第三案是，基金会我们一直在做了，因为那个就是根据那个好，有行政院整个在一直在做了啊。第四案，对啊，这个也一样，它跟那个第三案其实是比较一样啊，就是说我们整体都在做了啊。第五案，这个应该没有了，这个没问题了，你看。这个其实我们有做啊。不，那个部分，哎，那个说明一下，那个请高处长说明一下，因为那个是他要求的，你们只要答讲说有没有问题了，哈哈。那个可以啦，就因为那个两项是我们在那个国花费的啦，四年一期列上去的，那今年没有的话，那个就不做这样子了哈。没有预算书就没有。那陈委员嘛，对关心这个问题嘛哈，就这个项目那个，因为是用四年当作单位在列的啦，所以那个不没有。对对对对，所以没有什么问题啦。好了好了，那个主决议五没有问题，主决议六刚刚都已经处理了哈。张瑞雄委员有说修正了哈，啊，并将104年前第二季前了哈，一并公布哈。OK OK，那个没有问题。啊，主决议七嘞？主决议七，哎，他怎么说？我们都已经做了。啊，已经做了，没有问题。那已经做了，那个没问题。主决议八嘞？主决议八是，啊，这个我们只能讲说建议啊，那个这个行政院长的权呐，啊，哎呀，哎，我那个干嘛？就是行政院长的权，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哦，啊，好了，我们会建议啦，好吧？啊，接下来就开始建议吧， okay，啊，建情啦，哎啦，啊，建情好吧？原权改为建情啊，好了，好了，那个。
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您我提供的，您都没注意听。啊，没有意见好。阿哥姐。九九一九。九一九啊。有没有意见？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在文字上来？曾委员，拍摄好，我来说明一下。那个文字上啊，想未来呀，哈，应于三个月内检讨，并提出修法建议条文，且将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内政委员，爱啥吧？古还有修法条文能提出来？另外哈，我是不是可以建议啊？这个，因为当时我现在想好奇了解说，当时在第七届改变那个新算法的过程啊。我现在都没有，手上都没有资料，是到底是谁建议，然后委员会开会讨论的状况怎么样？哦，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让那个计算方式改变？哈，哦，这个部分我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回去查资料好不好？好，我把那个资料送一份给我，还有那个最新的人口资料。那你们知道去年今年一月而已啊，你们有八月吗？那个我们来试算一下，没问题。好，好不好？好。那，此决议的第九案呐，哈，中央选举委员会应于三个月内检讨并提出修法建议条文，且将书面报告送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改为这样哈。我们讨论陈秋麦委员的同案异议，嘿，第一案减列一百万，如何？这个部分比较不相干了。我刚刚说明就是说，因为那个国发会他要求我们四年当做一个单位来提这个东西啊，所以那个我们就是用四年来当做单位做的，没有办选举那一年就没有这个项目啦，所以那个是中程计划，所以这个跟那个经费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啦，所以这个不要帮我们删啦。陈委员，拍摄啊，你那个统一那个部分啦，因为是。还有国发会一起四年一个单位啊，所以那个东西跟经费其实是没关系，好不好？卖三了哈。其他委员有意见无？台国十万啊，你下手无干？好啦。报告各位委员，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所知部分处理完毕，拟具审查报告函复财政委员会。再来我们讨论事项第二案，是这个的。中央选举委员会及所属近三年办理政策宣导相关之广告会整表共五件，大家有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就整理备查，现在休息，明天早上9点准时开会，谢谢大家。这样问题就拍照的呢。好，安尼，多谢您哈。没有。好。
明天还有，我说，中选会结束了，第一阶段就动起来，100万，第一阶段不少，对我们来讲不少。第二节20万，冻结20万，全面8万。对啊，他们说各部会差不多这样。然后2至3至4的哈，全列30万。对，好，我们要连续啊。第三幕，对，第一节冻结40万，冻结10万。